小美，快放假了，你打算做什么？我跟我的室友计划一起去东部旅行。你们打算去哪些地方玩？去多久？我们计划去纽约、波士顿和华盛顿，一共去8天。你们怎么去？我们在网络上找到了便宜的机票和火车票，订票订好了。先坐飞机去纽约，然后坐火车去波士顿，再从波士顿坐飞机去华盛顿，然后从华盛顿回来。在这些城市里，我们都可以坐公共汽车或地铁。纽约离加州很远，坐飞机要多久？不转机的话，只要坐5个半小时，但是我们要在芝加哥转机，所以要坐8个小时40分钟。现在坐飞机只能带小件行李，多带行李要多付钱，一件行李要多付40块钱。我们不打算带太多东西，我的行李很简单，只有外套、几件衣服、毛巾、牙刷、牙膏、睡衣、内衣。听说东部的景色很美，四季的景色都不一样。祝你玩得愉快，一路顺风。